啊，感受就是非常的好。这架飞机因为从我们的训练一直到中间的我们的一些验证，到今天的验证的飞航班的飞行都非常的顺畅，和我们的预期一样，各有特点。这个919相对来讲会有很多它自己的特色，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讲，我们觉得无论从操纵还是设计的人机界面，还是它的这个冗余度，都给我们非常信任的感觉。可以先看到的就是我们客舱的灯光，现在是一个彩虹的模式。那我们这架飞机的话，一共是有十种的模式的那个灯光显示，对旅客来讲可能舒适度比较高。那我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亮点，就是我们靠窗和靠过道的座位差不多都是21英寸的宽度，那我们中间的座位呢是有宽0.5英寸。对于中间旅客不愿意选座位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比较旅客以后就会觉得舒适度更高一些。 C919 的话，客舱里面的显示各种方面，那我们的中文显示就会比较多一点，让我们的国人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这是我们中国国产的大飞机。